piacere.你今天很反常啊，苏院长那桌酒都没敬完，甩头就走了。你要喝，到我那儿去喝嘛。我老婆出国了，你不跟我回去？是，我不跟你回去。你要炒我鱿鱼，悉听尊便。对。沈一慧，我是孟军，你不会不认识我了吧？对不起，我认错人了。我第一眼看到你，真的认不出来了。十几年了。啊，对不起，时间太久，我几乎忘了我们曾经认识。既然是老朋友，啊，这样好了，我是这家饭店的经理，欢迎你随时光临，再见。哎呦，不是大科学家吗？有事儿？没事，我随便看一看。哦，哎，那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满天星酒廊。哦，这是铁板烧，希望你常常来光顾指教。你今天晚上根本就不该带他去。总不能把康康一个人丢在家里啊。我特别让你妈不去，就是让你把康康交给你妈。你根本就是有意的让孟军看到他。我没那个意思啊，康康有些感冒，我怕他闹妈，爸又非要我去吃饭，我只好带康康去了。这是你跟尹孟军第一次见面，你带着康康，依爸爸的意思，该瞒着人家不让他知道我的儿子真的不正常喽。至少没什么好炫耀。那爸爸以后最好也不必向别人承认有我这离了婚又带了低能儿的女儿。你混蛋，你看看你，越说越不像话。这些大人还有脸怪你呀？是他们把你给生成这个样子，你也不情愿自己那么傻呀。看看高叔叔来教你，保证你长大以后比任何人都有出息。来，看看我来教你。一只牛，一牛，哎，不是一牛，一只牛，说，一只牛，哎，对呀对呀，嘿嘿，太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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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只牛，说，哥，这题数学怎么做啊 ？x 的三方分之四。大于一，加 x 的二方分之三，怎么做啊？哥，姐可能又喝酒了。哥，姐可能喝醉了。
情，要是没在九家五厅混过，你的医学院你是怎么念的啊？我情愿你面用那肮脏的情勾过我。尹浩，哥，求求你，大姐醉了，别再用花鸡汤了。我受不了啊！早晚我要摆脱这个家，永远都不回来。又有球迷给你来信了。进出去吧，没叫你不要进来。可是医院规定每天要给你做例行的体温和血压检查呀。好，你们医院还有哪些无聊的规定？你最好一次告诉我。我们医院。不过呢，我要指定另外一位护士告诉我。谁？苏倩怡。我不希望无聊病人叫我名字。苏主任，李先生正在指名找你呢。Miss 王，这我来，谢谢你，你弄给我。先量血压，袖子卷起来。一个冷酷无情的人。血压一定偏低的。那你意思是不必量了？为什么不必量？我说的冷酷无情的人不是我，是你。你不承认七八年前你们妇女对我做的事情，还不够绝情冷酷吗？如果你为了报复我七八年前旧事才住院，我可以代表院方，请你立刻出院。我的病没好之前，我是不会出院。我心中都是恨，这么严重的心病，你让我出院，后果你能负责吗？要是不能，你就老老实实替我量血压，做你护士该做的事情。以你过去千金小姐的性子，你早就摔门出去了。可见呢，你自觉愧对我，要不然
你对我旧情难忘，狠不下心。我不欠你，以前的情分也早结束了。我虽然忍耐你，是尊重你是个病人。另外，我只想好好的拥有这份工作，养活你自己，还有那个白痴的孩子，这就是你嫁错人的下场。去告诉您的嫌贫爱富的院长父亲，今天的李达明随时可以买下这座医院，然后换个院长。你不要太张狂，钱不是万能的。怎么不是万能？当年我要有钱，你父亲不会拆散我。出去。霍小姐，对不起，我先脾气不好。不要跟他道歉，我花钱住院买的就是痛快。何必叫人家难堪呢？再难堪他们也撵不走我，不信你就试试，看看我李达明的后台是不是够硬够分量。是病人找麻烦了啊？没有。好，哎，那你陪孟军到处参观一下。我如果苏主任觉得累的话，我可以代劳。哎，让他去陪你。叫我小猪，你老病又犯了，又在偷听人家电话，这可怎么得了啊？天下奇闻呢，他爱他，他不爱他，真是规矩。偷听是不道德的。什么道德不道德呀？我这是关心同仁的健康，包括心理和生理的。请问院长是在哪里？你跟院长约好的。我跟院长不必约好的。啊，五楼一出电梯门口就看得见。谢谢你啊。哼，院长还真有一手哎，他有女人，我怎么会没偷听到？院长，有位李小姐，谢谢你通报，下面我自己来。谢谢你，张小姐。啊，大家杂志社记者。谢谢舒院长肯接受我这次做专访。哎，我什么时候接受的？现在。哦，现在恐怕不行。我必须先了解你访问的主题，也许我要准备一些资料，我再请我的秘书为你安排时间。可是我这次专访是急诊，限期交稿的。我以为舒伯伯会网开一面，卖我一点面子。什么面子？我哥是李伟杰，曾经是舒院长的女婿。你叫？李伟山，倩怡是我大嫂。刚才你用那两个字，对，曾经，也是代表是过去。李伟杰跟我的女儿离婚，我们两家已经没有关系了。毫无情面可讲，请你离开。我哥已经死了，还有什么不能化解的？死亡也代表是过去，一切恩怨也无从再化解，所以请你再去找别人。我没有时间接受你访问。不必访问了，我已经有结论。一所医院的领导者，他只要善用职权，不需要有情感，甚至不必通情理。对不起，
对不起。你是沈一浩医生吧？是，我就是。真巧，舒院长指定你接受我的访问。这是我的名片，我姓黎，大家杂志社记者。我正要做一篇有关医护方面的专访。今天只能走马看花的带你逛一圈。可是我已经感觉到令尊为这所医院所花费的心血。你自己开车来的吗？嗯。台北街道弄清楚了。至少开车请你吃顿晚饭还办得到。哦。你陪了我一个下午，为了表达谢意请你吃顿饭，你不会拒绝吧？很抱歉，我不能去。如果有事我们就改天。我每天晚上都要照顾康康。哎，我可以连他一起邀请啊。你见过他了，他不方便出来，胆子小又认生。所以你才应该常常带他出来呀、啊。一个研究科学的人都有一股傻劲，不怕失败，而且有耐心。所以啊，我真的很欢迎你带他一块儿来。6点整我去家里接你跟康康。待会啊记得叫那个人叫叔叔哦。啊，有没有听到？来叫我妈听。嗯，会不会你叫啊？记不记得最喜欢你那个人叫做宝叔？嗯，叫我妈妈听啊。宝叔。宝珠。不是宝珠，是宝叔叔。宝珠。待会啊可要叫清楚一点哦，不能乱叫啊，要叫人家叔叔啊。有没有听到？刚刚最乖了啊。英浩来了。对不起，应该事先打个电话来给你的。有事吗？院长要来带康康到医院做脑部的检查。现在？嗯，是院长特别为康康安排的时间。爸爸老是把康康当病人研究，我不赞成再让孩子受罪了。如果能够让康康的情况好转，还是值得一试的。可是今天我已经答应跟别人一块吃饭，不能去医院。院长知道你走不开，所以要我来接康康的。是爸爸怕我带康康去赴约，才故意安排康康做检查吧。你不但是爸爸传话筒，还兼做保姆，难怪你是爸爸的得意门生。我倒不是盲目的听命于院长，而是真心的希望康康做了脑部检查之后能有进步，这样你的负担也能够轻些。你放心跟尹先生去吃饭吧，康检查完了我会带他回来的。康康。康康啊，你左右脚穿错了吧？啊？英浩，你真应该调到小儿科去当医生，看看你多细心呐、啊！你明天在里面等。欢迎大科学家再度光临，这位是夫人吧？这位就是昨天在这做东的苏院长的千金苏倩瑜，欢迎。张师傅，把你铁板烧的功夫露一手，大科学家和苏院长的千金光临可怠慢不得哦。我听我们林总和苏院长一再敲定，将来你们办喜事一定选我们这儿。如果将来真有这份机缘，一定选你们这家饭店宴客。那我就等着喝你们的喜酒，有什么吩咐的话我再请你吃，慢用啊。谢谢。
跟沈经理好像跟你很熟的样子，过去认识啊？一个研究科学的人不太喜欢追究过去，是珍惜目前。在国外，苏院长曾经提起你，我很满意你的条件。爸一定没向你提过，最不利于我条件是？就是你的儿子。以你优厚的条件，我觉得你大可不必把心力浪费在我身上。到目前为止，我并不觉得浪费什么呀，而且啊，我还愿意继续把心力投下去。每次我做实验，最重视的并不是结果，而是研究的过程。所以，我们只要做一个好朋友，将来是不是能够像苏院长所期望的结局，我觉得并不重要。哪怕没有结局，一切听其自然。有没有听到咚咚咚的声音？有没有？你说数数这里有兔子在跳啊？啊，这样咚咚咚的跳啊？你呀，好聪明哦。来，数数请客啊，我们去吃东西。来，康康，数得棒啊！沈大夫，今儿个周末怎么你还兼奶妈呀？朱小姐怎么也加班了呢？你那些年轻小妞都是家人有约，我反正闲着，带着班算了。哼，朱小姐的约会，听说就像我们医院里的门诊挂号一样，要大排长龙呢。哼，是摆乌龙吧？这男人呐，就没一个可靠的。哼，我啊，实在是怕一个不小心呐，就遇人不熟。哎，这不是苏主任的傻蛋儿子吗？朱小姐，请说话要分寸一点。是人家那么说的嘛？而且我还听说啊，人家在背地里边还叫你傻蛋。就算奶妈抱孩子，也得抱个机灵点、像个猴子似的小子啊！哼，真是大小傻蛋一对儿。有事吗，李先生？我找苏倩怡。她早已下班了。要是我指定她在我病房当班，对不起。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请特别护士。不过苏主任早已不当护士。他现在要照顾康康了。他就是苏倩怡的儿子。这对大眼睛啊，倒是跟苏倩怡长得一模一样。来，叔叔给你见面礼。不喜欢钱呢？苏家人选女婿都是用钱做标准的。天底下没有不喜欢钱的人，除非啊，这个人是白痴。李先生，你凭什么护着苏倩怡的儿子？我跟他母亲是同事，而且康康现在是我的病人。什么病？你们有权利知道，他是聋子，他是哑巴。当然不是。难道是白痴吗？不错，他智能是比别人低，
我已经得到报应了，你该停止对我的恨跟报复了吧。绝不是有意伤他的，你没有一刻不想伤害我。那是因为我没有一刻能忘了你。康康都在楼上呢，请上去。好的。亲家母，请坐呀。康康，奶奶来喽。哦，康康一洗澡的时候就喜欢玩水。这个是我买给康康吃的，这个是他爷爷买给他的。哦，爷爷买的？是啊，爷爷死嘴硬，其实心里也挺舍不得康康的。妈，哎，哎呦，康康啊，哎呦，可想死奶奶了。哎，来，快给两个亲亲。嗯，嗯，康康好香啊。康康，奶奶真想把你带回去。妈，康康在这里很好。可是我看你比回国以前瘦多了，康康倒壮了些。只要康康好就行了，这也是我回国的唯一目的啊。天怡，你真的很好吗？要不要我把康康带回去啊？爸妈年纪都大了，康康应该是我的责任。我会好好待他的。嗯，倩怡，有困难就回家来找我，你们总是离家的媳妇跟孙子的，你们不回来看我们两个老的，我只有来看你们了，也不管亲家公跟亲家母欢不欢迎呢。谁说不欢迎了？倩怡当年和伟杰闹别扭，你这个做婆婆的可一直都把倩怡当作亲女儿那样看待。真正的情感不是报复的，而是相互的谅解。明天出院。姐，姐，你不要紧吧？尹博士，欢迎您光临，总之以后有机会还请多多来捧场指教。当然，当然。等你姐姐醒了，好好劝劝她。就算这是酒廊，也不应该撇下客人不管，自己烂醉如泥呀。要是她再这样酗酒的话，那我只有……
你最好开除我姐姐，我跟哥哥都会很谢谢你。嗯。快带他回去。我顺道送他回去好了。你是？我是你姐姐的老朋友，刚由国外回来，我叫尹梦君。哦，尹大哥，谢谢你。哥，哥，怎么那么晚才回来啊？我去杰饭店跟他拿钱。杰呢？他喝醉了。又喝醉了。你是沈医生？我们两天前在医院见过。哥，他从饭店送我跟姐回来。你来坐。哥，人家是姐的老朋友。姐既然都喝醉了，还能招呼什么客人呢？你随便就让外人进来。谢谢你。英丽，现在可以送客了。人家是大姐的老朋友嘛。你以大姐为荣。好，你就留下来招呼客人吧。我失陪了。我改天再来。不行，我替哥向你道歉，喝杯茶再走。瞧不起大姐，连大姐的朋友也瞧不起。你请坐。你大姐？我大姐也不想赚这种委屈的钱，只能把苦水往肚子里吞，借酒浇愁。委屈？怎么不委屈？把哥培植成医生，哥还嫌姐在他身上投资的钱脏。他到今天还没有结婚，也是为了这个家吗？我很小，爸妈就过世了，大姐就像母亲一样把我带大。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只有18岁，那个时候你可能还没出生呢。尹大哥，你真的是大姐的老朋友？嗯。那你会不会像大姐其他朋友一样瞧不起他？当然不会，只要你大姐同意，我会像以前一样永远做她的好朋友。大姐是不是差点嫁给你啊？如果我早点结婚呢，我可能也会有一个女儿跟你一样大了。那你现在有几个女儿？我还没结婚呢。你跟我姐一样也没结婚啊？老太爷，我今天给你烧了一道菜，是你最爱吃的彭家豆腐。哦，行。好啊，好，再见。太爷。嗯。我跟孟君约好了，明天一块儿去打高尔夫球，你陪我们一块儿去。嗯，好啊。不过，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带康康一块去。随你便。老爸，谢谢你啊。
阿明，我去医院才知道你出院了。医生不是要你好好休息，暂时别练球吗？那你就不要在我休养的时候来烦我嘛。我没有烦你啊。跟我在一起呢，你可能比我更痛苦。说吧，你要什么条件？什么条件？我指的是离婚的条件。离婚？赡养费由你开吧。你要几栋房子，马上可以过户到你名下的。我不要离婚。我要。是你答应我的，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下，你都不跟我离婚。那是因为他回来了。是不是在你病房的那个护士？你一直在等他回来。你不能跟我离婚，因为我怀孕了，是真的。我一直想要我们俩的孩子。我告诉过你，我不要孩子，就算有孩子，你也拴不住我。我拴不住你，你也休想摆脱我，光明正大的娶她。阿明。你干什么？我叫康康打球。来，康康，站起来，来，拿着，好不好玩？打高尔夫球照样能够出人头地，但是先要从捡球开始。叔叔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每天捡了球回家，还要照顾弟弟妹妹。他们现在都在美国念书，都是我当年捡球换来的。康康，去把球捡回来。来，叔叔叫你去捡球。起来！我就不相信苏院长的外孙真会是个白痴。你才是白痴呢！带你儿子回去，要是教不好他，以后不要再出去叫别人教训。院长要的康康脑部检查结果全在这儿。除了脑部的 X 光检查之外，还做了完整的神经机能检查，电脑断层啊，有这些报告就够了，你去忙你的吧。还有要补充的吗？我知道康康的问题
很困扰苏主任，我只是想多尽点心力。哎，不需要，你只要当一般个案处理就好，不必感情用事。他是我唯一的外孙，我会不尽一切力量去救他吗？在他一岁多的时候，倩怡发现他脑筋迟钝，送到医院来做了详细的检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一直就没有放弃过想增加他智商的可能性。倩怡离开伟杰出国以后，一家拒绝把康康送到这儿来。我还暗中查出康康就医的医院，私下拜托院方要尽力去照顾康康。这件事连倩怡都不知道，所以你协助医院协助倩怡我都赞成，却不鼓励你把心里投掷在那孩子身上。这家医院设计电脑，电脑，医院也要电脑。是啊，有很多资料需要分析，需要归纳呀。哎，哥，丽丽，在干嘛？觉得喉咙痛，我来给他拿药。是不是感冒了？不是，是喝多酒了。晚上我带药回去。学校停课是让你准备期考，不是要你到处乱跑。快回家念书去。你哥是不是管你管得很严？还好了。我看他在医院对病人很有耐心，脾气也好啊。对我还算好呢，对大姐才更凶呢。我要是有病，哥要是当了院长，我铁不找他看。你讲话的口气，就好像你大姐当年的模样。你看看，啊，小孩多大呀？你等等，哎，嗯，要是我们一结婚就有孩子的话，这小孩现在应该多大？孩子？什么孩子？哎，不知道，算了。喂。哦。我。五岁吧。我跟你说，大概五岁了，哎，男孩了。看看没什么好一点的牌子，名牌吧，怎么找不到呢？啊，反正你看小孩衣裳了，哎，去找啊。这个汤是刘经理交代的，也按照他的偏方做，说是对筋骨很好。我已经出院了，请你给我吃健康人吃的东西，好吗？我到医院检查过了。医生说一切正常，预产期十月初。十月初。你认为我们还能维持到十月初吗？我们结婚都已经六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你认为你已经忍了我六年，也不至于忍不过这十个月吧。但是我告诉你，忍耐这桩婚姻的是我呀。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孩子。
孩子趁早拿掉，省得大家后悔。不管你是为了谁，要和我离婚，即使你不要孩子，我也一定要把他生下来，谁也阻止不了。